在小朋友国际舞跑的舞蹈表演下，新娘男子实验国小才开欢乐的校庆系列活动，庆祝创校妈一家子，校方特别扩大规模举办校庆。我们今天男子实小哈，那创校今年是第60周年，那今天的活动是我们整个60周年校庆的系列活动。那今天的主要目的是一个成果发表，那让孩子有一个展演的舞台。除了准备在25号举办亲子运动会之外，在和上午嘛举行成果发表会，由各班的学生带来音乐歌曲、舞蹈、音乐表演等等，展现了学校推动实验教育课程以及融合英语教学的成果。那在这个课程里面，孩子的学习里面，最后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给孩子一个展演的舞台，像今天这样子的课程发表会，那里面非常丰富，比方说我们的音乐学习成果啊，英语学习成果，甚至于是舞蹈学习的成果。那这样这个舞台，结合今年60周年校庆，那我们更扩大的办理。那希望孩子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感受跟记忆。校长也邀请历届校友以及家长在12月25号做会参与学校的庆祝，共同为男子实验国小创校60周年庆祝。南天新闻台的三十年采访报道。